小美，从凯英掉项链到现在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而且期间我们也重新整理过花园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找到吗？ Michael，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，所以就没多说什么了。我相信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，一定可以帮凯英找到项链的。是啊，这条项链对凯英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就努力找吧。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花园里帮凯英找项链的时候，我被一个东西折射到眼睛。我知道了，我想我应该知道凯英的项链在哪了。在哪？你快说啊。他一定是掉到地上被埋进土里了。我想到了，做园艺的时候常常如果挖深一点就会挖到钱币，如果挖深一点一定就会找到。好啦，好久没有运动了，我们大家开始吧。好好好，小美，我们先找这里，走。关博，我们找这边。好。我上演到会去丢你一头去，今夜的天气光通万里，带你去看流星。他们这些，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们在帮我找项链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你说的那条项链。他们怎么这样对我？我爸是要解雇他们的人呢。你看，没错，这就是他们对待家人的方式。找了那么久，到底找到了没啊？我找不到啊。找不到，我也没找到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有吗？我就说找不到吧。嗯？找到了！太好了！凯一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帮你找回的项链。你对酒店的服务还满意吗？谢谢你们。